好痕痕心思思想食嘢，但又怕肥。今日我就公开 check check 先嘅王牌小食滑嘟嘟米水举药食谱啦。首先煮滚一煲热水，倒入一包焦即冲米水粉搅匀，然后加埋冰糖落去一齐焗20分钟，之后再加入举药粉，记住要搅匀佢，直到举药粉融化同埋要摊冻啊。另外仲可以随住自己嘅口味加生果落去一齐食，记得生果要切粒喎。最后将生果同举药浆倒入容器，雪到凝固，呢啲低脂饱肚嘅小食就完成啦。仲可以去水肿、开胃畅便，小朋友同喉咙痛嘅人都啱食噶。